大家好，我是石玉兰，一起来关心2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花莲县政府推动花东综合发展实施方案即将迈入第四期，县政府针对了拟定智慧城市永续花莲的综合发展实施方针，二月份起展开了北中南地方座谈会。那么，继北中区场次之后，今天下午在玉里镇中正堂办理了南区地方座谈会，而与会的地方各界提出了诸多提案建议，更期盼整体兼顾南北的均衡发展。以智慧城市永续花莲为第四期花东综合发展实施方案计划为主轴的花莲县政府，继完成北中区场次的座谈会之后，南区地方座谈会今天下午在玉里镇中正堂登场。中央补助这一笔是90%，但是另外10%的部分是县府要自筹，那这也是一个配合款的一个需求。那再下来的话，其实就是中央补助款下来之后，它其实会需要落实管考，也就是说计划不只单只有给钱，那中央地方都要负责做计划执行的一个管考动作。那简报说明后，与会的地方各界针对南区部落社区居住安全、部落国土规划及文化艺文发展、南北差距等问题提案建议，意见交换。原住民地区的空间规划的部分，我们是因为有谈到灾难、灾害的这一块，其实我们都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那这个空间环境的这个规划里面，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对原住民地区的一个规划？然后上游土壤流失的情形现象是越来越严重，那是否可以就是国土计划是否可以进行全面的水土保持相关的调查，并不是区域性的？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个部落靠山边的部落，绝对大家都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好，就是正正执行，知道在潘镇长的任内大笔一挥把那些原本的国有地变成怎么样，就马上建了太平文化园区。但是现在造成我们的噩梦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建筑到现在没有取得合法的建筑执照，让我们每次要修缮争取经费的时候都寸步难行。最后一场座谈会，县政府抛砖引玉，搜集民众对于花莲县发展愿景的相关想法与意见，作为后续规划县政蓝图推动的重要参考。虽然综合发展所谓的花东基金呢，一期4年呢总经费可以高达40亿，但是呢，在我们整个花莲的发展里面呢，这40亿看起来很多，其实呢，执行起来就发现还真的是不是很多，因为我们已经执行了3期，有一些巨细型的，就是以前1、2、3期。发展的大概就要占掉将近1/2以上的经费了，那所剩下的就是我们第四期要执行所谓新兴型的计划，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来听听各位的意见。在县政府团队努力推动执行下，第三期综合发展实施方案110年执行率超过95.01%，也获得补助经费额度上限增加2亿元。目前正拟定花莲县第四期综合发展实施方案，而最后一场次的综合座谈会今天结束后，县政府也将会在3月份召开听证会，希望能够尽快提报中央，早日启动方案建设花莲。记者石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